又出车祸了。所以各位，人人都做得到啊，不是你会不会念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悲心的问题啊。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加持。所以我们莲池大师还没有出家以前，专门喜欢助念。有一次他在家好像姓徐还是姓许我忘了，他去帮一个往生者助念，当地有个神婆眼睛看得见，他说这一位居士一来啊，阿弥陀佛就在他头上啊，他只要念佛啊，任何往生者都会被阿弥陀佛接走。当然不是光莲池大师，是每一个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他顶上放光。你又念往生咒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就把对方业障我执消除掉了。相不相信？所以要多念佛啊，你要有信心，然后你把这个佛光带给别人，叫悲心。所以我想我这样讲，最简单的水，最简单的蜜，都可以化为不可思议啊。那佛法最重要是什么啊？念一下，心如黄金，身如乞丐。当你这个内心有悲心的时候，就是黄金了啊，你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化为黄金了。但是自己呢，身如乞丐，什么意思？自己少欲知足啊，啊，自己粗茶淡饭呢，啊，能够简单就简单一点，啊，这个叫守戒律了。所以我们赵旭法师明天要办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是要各位来出家一天啊，修苦行啊，明天晚上不能吃饭啊。明天晚上跟你老公不能一起睡觉啊，明天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啊，啊，明天要过午不食，过一天的八关斋戒。但是一天的八关斋戒不得了，你只要守一天八关斋戒圆满，不管你这辈子杀人啊，什么放火啊，那下辈子七世做人间的皇帝，七世升天做帝王。因为一天的八关斋戒，那各位了解，一天八关斋戒都这么好了，何况我们出家一辈子呢？啊，所以出家一辈子，那对父母的孝顺，那没有话讲了。啊，对众生的慈悲，啊，所以特别在欧美地区，你只要看那个出家人在街上晃来晃去，不得了啊！像我刚出家，我师父叫我不要在庙里面吃饭，每天中午都去外面吃。你干嘛？但是穿整齐一点，在街上走给人家看。因为我到台湾南部那边没出家人，没有出家人，天气热，一热四十几度，你知道四十几度穿这个衣服在街上走是什么样子吗？哇，这样啊，而且要穿得很整齐，胡须要理好，头发要理好，走路要好看，这样，然后每天走不一样的餐厅，要让他们看到出家人。因为我师父说，你让他们看到出家人，末法念一下，比丘即佛。就是在没有佛陀的时代，比丘代表佛。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前还没有出家以前，就看到老人，看到病人，看到死人，悉达多，他就觉悟了啊！世间有老有病有死，我做皇帝有用吗？第四趟门看到一个出家人，对不对？哇，威仪很好。他就问他，你为何出家？我要断除生命轮回的苦，所以我要断除欲望。哇，他就升起出离心了。这就是佛陀看到了世间的老病死，他就觉悟了啊。觉悟以后看到出家人，所以有出家人这边晃来晃去不得了啊。所以下回我们要办短期出家，各位你可以穿这个衣服，我带你去外面走一走，功德无量啊！出家十四天，大家理个光头，走不一样的街道啊！出家人走路要像出家人的，不容易啊！你走走看，骗不了人的，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啊！你要真有心修行，拜佛就是看起来就是拜佛，念佛就是念佛啊！什么都可以假，就是修行假不了。
因为修行是用心在修，念一下相由心生，那你就有那个相，了解吗？哦，就像后面的佛像，我们做成那个像，庄严，我们愿意礼拜他，对不对？看起来就好看。所以我想各位，不分在家出家，佛陀说修行者如什么？念一下世间莲花啊，一个修行者呢，不分在家出家，就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视线在家，在家啊，但是呢，他们呢坐在莲花上，世间莲花这么清净，不污染，充满了爱，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给人家一个非常就像啊，出生在人间却不污染人间，能够帮助别人，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啊，给人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刚刚我们从外面进来，我发现我们战胜法的师父，这边是多伦多吗？我说对啊，那路边怎么都是华人，都是黑头发的？我说你才知道，多伦多的华人最多。你看旁边的招牌都中文呢。啊，但是各位，我们一定要给别人一个印象。我们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我们既然移民到多伦多来，要让这边人觉得说，哎，他们华人怎么像莲花一样啊？啊，这么清净啊，看起来不一样就不一样啊。所以除了手上戴链珠，要给人家那种感受。所以我在这边必须强调，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各位年轻人叫第二代，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华人啊，啊，已经虽然脸是黄种人，但是那个走路态度已经像洋人了，这个麻烦了，各位爸爸妈妈负点责任吧，啊，因为这个文化不能失传啊。身为华人，最重要是你懂华文、中文，你懂中文，你懂中国文化，特别佛教文化，那个才是世界的宝精髓。你在西方国家拿100个博士，还不如一个会读《心经》的人的功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世间所有黄金珠宝都拿出来，不如释迦牟尼佛一句话的功德。所以我们叫法宝三宝。啊，世间的一切都会变化的，但佛法才是究竟的方法。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2月17号星期日，念释迦牟尼佛十善除罪8000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喜与恶行成就一倍，下午2点半，兰卡威出海放生。晚上7点，幸运泰寺慈悲施食超度法会，点灯供水药供。12月18号星期一至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弘法行程。12月18号星期一，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喜与恶行成就一倍，新加坡第4届短期出家圆满。12月20号星期三下午4点至9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
12月21号星期四，南安尊王千秋，下午2点至10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下午3点，主题以大悲心立身。晚上7点，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马来西亚新山 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活动。12月24号星期日至12月31号星期日，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2月24号星期日下午2点，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洒净。晚上7点，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佛法开示，讲题幸福与快乐。12月25号星期一，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节，上午9点，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八关斋戒。12月27号星期三，上午9点，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慈悲施食超度法会。晚上7点，八瞻佛学会佛法讲座，讲题如何快乐的学佛。12月29号星期五，上午11点，马来西亚九洞老人院，老人院派红包及简短开示。下午4点，霹雳观音洞放生、火供、点灯与药供法会。12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马来西亚曼荣净宗学会礼堂佛法开示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及码头放生。12月31号星期日，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1000节，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海涛法师日本7日参拜之旅，恭请海涛法师领众。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4月24号星期二，共计7日。行程安排：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奥之院、前蓝大塔、大阪寺院参访、比瑞山、大阪神户古寺等等。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生命点是海涛法师2018年日本世界遗产高野山、比瑞山、京都古寺暨西国33所关东观音林场参拜之旅15天。恭请海涛法师领众。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5月2号星期三，共15天。行程安排：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奥之院、前蓝大塔、大阪寺院参访、比瑞山、大阪神户古寺、京都唐招提寺、滋贺县琵琶湖宝岩寺、三重县伊势神宫内宫外宫、静冈县九能山东照宫、横滨市总持四本山等等。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
l'univers。正觉佛塔四周满是绿地与大树，显得生气勃勃。在林立的小佛塔间，随处可见虔诚佛子徜徉其中，或端坐，或礼拜，仰慕佛恩。来自各地的佛弟子，无论南传、藏传或汉传佛教，都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大小法会。尽管仪式、语言与修行法门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出自于对佛陀一贯的怀念与敬仰，大家聚在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圣地，心也不知不觉地紧紧连结在一起。So still now this is fully revived temple and also a world heritage site. But it's not only archaeological importance, it's the holiest place of Buddhist pilgrimage in the world. So this is where, the place where Buddha got enlightened. So we claim that India is the birthplace of Buddhism. Within India, it is here at this very spot Buddha got enlightened. After the enlightenment,Then of course, then Buddhism,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So importance of this temple, and this is like you see right now.正觉佛塔高度大约52公尺，底部是15公尺正方形的塔基。往上逐渐收缩而成金字塔形，塔顶再以圆锥体呈现。灰白色的主体建筑是以硬质砂岩雕造，底层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与主塔形式相同的小金字塔。佛塔正门左右并有一尊佛菩萨立像，在比一个人身高稍高的位置，也雕塑一个各形态各异的佛像，环绕整个佛塔底部。佛像前满是人们供养的鲜花，甚至还有人广发大愿心，耗费时日与资金，一点一点地将佛像贴满金箔，圆满成就庄严法像。无论佛弟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供佛，在让我们看见纯净的恭敬及虔诚，没有一丝一毫的造作。而正觉佛塔正殿内部的释迦牟尼佛圣像，为全世界三尊佛陀等身像之一。这尊佛陀35岁等身像，也被世界佛教公认为最具有佛陀特征的真身佛像。蔚蓝的天空下，映衬着灰白色的佛塔，三宝无时无刻庇荫着菩提迦耶。佛弟子们不约而同地散落塔旁，专心禅修、持咒、绕塔经行，或者向圣塔勤行礼拜，宁静祥和，宛若人间净土。
这处净土，世尊正道成佛的圣地，不管走过多少风雨，依然受着全世界佛弟子们诚敬的礼拜与赞叹。